三个都拿对完。我还是管三个拿对。那好哎。数学就不可能，数学不。然后物理也是不可能，化学也是不可能。化学我试过一次，只是抽一题。嗯。20题对19题，但是那个是只是一次啊，就是侥幸啊，就是因为他出的题目太简单了。然后其他。就代表你 basic 已经可以了咯。我 basic 可以，但是我那种在不知道，因为化学要背很多东西。很多时候哦，如果我回忆的时候啊，我记错了，我就选错，因为我就是我记的东西就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太 basic 了，就记到它太不 flexible 了，记到整个 picture， 只是记一些 point，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看你连得起来没有，对对对，连不起来它就是没有关系，我连不到的嘞，我 theory 连不到，我的 theory 哦。记一半不记一半，因为那种 formula 我没有去死背，因为我死背的话哦会背错东西，所以我就背它怎样得到那个 formula， 因为你得到那个 formula 一定是做出来先的嘛，画出来，然后哎哦原来是这样子，我就画出来画在那个考卷纸，最后还是找不到答案的，还是找不到答案的、啊。他们祝福我们这样子，还有他妈妈是老师，他爸爸就是比较也是，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是那种做比较教育的，所以哦，他从小他跟老师的感情就特别好，因为每次去旅行啊都是那种老师团，跟老师一起去旅行，他让他妈妈这样子，就是老师团去哪里旅行，然后他就带上那家，这也是讲他跟老师感情不错，然后每次考试之前都会叫老师祝福一下。不然他跟班上这样子，他就讲这次他也想要这样子做，他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。哇，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去。Oh my god！ 因为我也不懂他讲什么，我不懂。谢谢，阿尼卡的哥哥，那我也没有讲。因为我本来是不想的，但是我就想到，哎呀，他都越了，我就跟他一起去啊。然后过后我就讲，哎呀，我不要讲东西，反正这个阿姨就不是我，我去听一下老师讲。Okay, okay. 我就陪阿姐哦，他开口。开心。还是觉得自己很差。20多分、30多分，厉害的人已经厉害了，不厉害的人就是不厉害了。真的，你看得出的，那化学很厉害的、哦，他每一份考卷呢、啊，都可以 score 很高，很高，就偏差值可能也是2-3题的差，就是说你可能难一点你会15，厉害一点就会19-20这样子。他就是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，他不会去到8-9啊，他不会少过10的。我这种是很大的波动，我差的时候我可以去到8-9，我厉害我可以去到16-17-18。Oh my god！ 就是5-6-7题的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是很像，你如果是真的是会的话，你就是会了、啊；不会就是不会。做几次练习你都是会不会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老师讲，哎呀，你都已经，それだけやったんですよ。就是你已经做了这样多，就是所谓大概他用的功夫就是这样，你怎样都已经这样子了了，都已经这样多，已经这样了啊。所谓大概やったんですよ。自信を持って、自信持って、頭で考えないで。你自己想一想。就是他叫我们不要用头脑想，因为我们每次哦看到物理的问题啊，我们会慌，就是很像看到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想，然后老师讲，頭で考えないで，看到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用头脑想。对，他的方式只有一种，他就讲很简单的，你看到这一题，你就想这一题的方程式已经定了，不要用头脑想，用手想，用手画出来，用手想，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
My God， 很深奥，是不是？很深奥，很深奥。然后那个数学老师就，看数学老师讲的哲学就是这样：你该做的已经做了，剩下的让天去安排。My God， 没想到他们会讲这么深的东西。Oh my God。有些人呢，他们进考场，他们会讲给自己定个目标。哦，我这次要答对七成，要答对八成，八成就是80%的。他就中奖好不好的，你给自己压力，能做到什么你就做什么。Oh my god！ 你就正确的从一个日本老师口中讲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讲，那一定有很多历届的学生这样子啊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太高，结果真的每一次都会让他们失望。哎，我们讲以前这种考试是很奇怪的，你永远不会得到你应该得的分数，因为好像是 SM 这样，因为预测不到，对对，预测不到。SM 这样，你平时拿 CCDD 哦，你在考试你可以拿到 A， 就是你不知道那个考试是怎样去衡量那个标准，对对对，不知道标准在哪里。平时很厉害的学生，他们考出来的成绩会比平时的成绩低；平时不厉害的学生，他们考出来的成绩会比平时成绩高。就是哦，他们把所有的平均分压在中间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graph 是一个 bell shape， 大部分的人都在中间，除非你是很差很差，你才会在这里；除非你是很厉害很厉害，你才会在这里，不然全部人都会在这里，中上中低都是在这里，平均分左右。就是说，我的分数可能高也只是高你5分，你低也是低我5分，不会差距到很大很大的那种。全部都是在中间，所以就讲，千万不要去让自己有压力。你要得多少分？你能得到，你能做到你就做，因为当你做不到的时候，全部人都做不到。你要这样子想，当你做不到的时候，全部人都做不到。对，其实很 common 的，很 common。其实一个人的问题哦，很多人都在遭遇，只是我们有时候太过锁在自己的世界，我们以为只有我们在经历。是林颖昭 Amelin 啊，你可以放一个比较好记的，是哦，换一个比较上口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人家啦，人家一想到，哎，你有没有去听那个理科太太？哎，你有没有听那个王思想帝？就是他们四个字，还是你有没有听、那个？你帮我想一个，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，你帮我想一个，我又放你的名字。得到想爱做哈咪，这个是哈咪哦。哦，卖用了呀。这个新的都没用过哟，没有用过的哟。是哦。哦，几天啊，两三天啊，很好用啊。是哦，是哦，两三天是很好用啊。不要不要不要有一丝造访的意思的，你要自己想个行的 ，OK。你可以想到，我就算你厉害。我就是想不到，咱不要放。人家一看你的那个封面的时候，你就要放这个林家俊。你要放这个字在上面，好像理科太太哦，他也是，他每一个 video 上面他都放理科太太。哦，就是他有一个 frame for the video 是吗？对，就是他的、哦、还是他的题目罢了。不是题目，是封面。那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封面上面有写这个影片是谁做的，然后他有题目啊，就是黄氏兄弟。秘密大揭开啊！他才放一个题目在上面呢、啊，好像这次的这个影片是讲关于秘密的啊，还是啊、什么啊？在他的 frame 嘛、啊，就是做一个 frame 是吗？你意思是讲？对了，就是有
还是他的开场白 opening， 就是还没有播的时候就放一个邻家 twin， 然后秘密大揭开。没有，太开是在封面上面的。哦，封面，哦，封面，可以，封面我可以做到，就是 thumbnail 啊，去设计一下啦。其实我是会设计的，是封面来的，全部。然后他们的一进场的时候，他们会有好像一些 introduce， 就是哎嗨，我们又是 twin 林家 twin 又回来了那种。啊，就那种。那我不想讲我真的不想讲那种。还有这部分就是结尾啊，别忘了按铃那种，我不想要讲那些，这样就不要讲了。那个前面你可以放一些这样，不懂啦，他们都有一个动画，就是哦，一个很像铃铛噔噔噔噔噔那个 Mira 的那个，然后就叮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好像一个 opening 啊，对，我们的 opening 啊啊，那个黄氏兄弟也是有，然后那个林碧勇也是有。哦，李克太太没有，李克太太是一个很像橙色这样子，就是放，就是放今天要讲的题目的。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，一个 time stamp 啦。然后没有那个我比较喜欢学李克太太，李克太太的我也在做，有时候，就有几个 vlog 我有放，好像那个我拍俊俊的哥哥照顾妹妹啊，我就会有他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会放那个。哥哥照顾妹妹大哥的，然后各放四秒在那边，然后后面的动画还在 move 的，它就好像是一个 title 这样啊。那个有做到。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很像，对，我刚刚讲过了。放同样的音乐。哦 ，Mira 是这样 ，Mira 是这样，他一直都是放一个很轻快的，好像一个什么乌咕哩哩还是什么。你可以自己，我们可以自己去 compose 一首，就反正你会用的嘛。啊。然后你就每一次你就放那个。两块。也是好的，它是方便很多，因为不用去找音乐。可是我的题材每一次都不同哦。李克太太是放一样音乐，李克太太是一样的，每一次都一样。他有放音乐吗？有啊，一样的音乐，因为他题材一样，他一直都是不是？我是讲，他不会好像我一下子做 vlog， 一下子拍 cover， 一下子做太多东西啊。他是专就是讲东西，他又不会拍 vlog 啦，他就是讲东西吧。Mira 也是这样 ，Mira 最多有时候会拍旅行 vlog， 可是他也。佳明和艾克，啊，那个给我。喜欢呐，也爱佳明耶，苏嘎佳明。不要拍，有毒。什么东西？看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个植物啊，是我跟一个人拿的，在我的宿舍那边。然后啊，本来孤到这个样子，然后突然间就长了几个叶子。所以很开心，它活了。很好哎，什么来的？什么植物？它是一个很美的花来的。它是这样啊，那时候我去走，有雾啊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我很喜欢呢，你家的花。你有走在后面，那嘎嘎就问跟他爸，然后我就吓到，跟我朋友一起，然后就讲哦，你的花很美，跟我那个主人就出来了，就讲是啊，很美啊，你要不要我送你啊？
什么，他跟我讲一些话，然后就送给我。然后他就讲他会不在啊那个月，因为他去找他女儿，然后女儿在别人国家读书。然后就送我，我就回来了。他哭了，我又放水，然后又活了。过我放过来的时候啊，他竟然在烧焦到一个 brown 卡的棍，那我就吓死，很伤心。然后刚刚就讲讲了不刚读路，我们 game 不了黑豆，然后就长一点小叶子。哟，还是你嘎嘎聪明，不要动他，他可以想到哎。有啊，我看是有啦，伊甲阮人讲了，食十点啊，食十点啦。都冰在的嘛，九点开。
要公公。什么？哦，刚刚我们办他那个。那个穿青色衣的那个啦，青色袖的那个啦。正在追那个灰。根本就是。看呀。对，我最近看到我，累到我，我一上去我就在穿，然后看到我就。哎，我也是试过，我也是试过，还是不肯罢休。还是不肯罢休。就是不是办法，然后就可以穿掉。我连睡觉要什么？就这次游戏。一个连。天盛长歌。天盛长歌。现在是九。然后他不是追星的啦，他是为了九。九。然后他有关于字幕。嗯，什么？在那个。天盛长歌，那不是讲所有戏都有吗？不过未知，不过有未知是那个女主角，60%是 OK 的，男主角呢？有40%可能是太旧的戏，就是那种十多年前。男主角叫，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看的戏。楚王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，是一个 King 来的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用他 Next 的话就上网看。Netflix 是一个平台啦，它就是很完整嘛，然后又 HD 嘛，很 YouTube 这样的啦，就一个系列了啦。啊，因为如果你用那种 online streaming 啊，它又会跑广告啊，又会跳这边跳那边，就不 stable 嘛。可是 Netflix 就比较 stable， 它的画质又很轻，啊，那大部分都是有 subtitle。我现在就连看回那个跟丁海伦 vlog 啊，我都觉得我们有一点小，这才过了半年这样吧啊，那个我都觉得存在有点小了，就是已经变样了，还才半年，快了。这个时间是？因为你那个时候也是还找不到头发嘛，只是厚厚的一扎在上面了，你真的是变很多。因为我头发长了。哦。然后妹妹也是感觉格外小，就是我应该每一天拍一张照片，还是每一个星期，然后过后就发生会咚咚咚咚咚的样子，是很爽这样的，看到那个变化。谁驾车？艾琳娜。
求了我。